OK，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一艘摩天宫，对战方的话是一个魔王。双方的话啊，都是这种法系的一个对决。摩天宫虽然打这种局部战争啊很强，但是的话，魔王现在才是真正的一个法系一哥啊。对战方摇头摆尾，对战方的一个法伤点不动观战方的一个人啊，这样的话就很难受了。好在对战方秒的一个单位属实是高啊，是多。观战方拉了一批，开始处理对战方的一个人。对战方这个宝宝一拳超人有点个性啊，起了一手法防叫一拳超人。对战方被观战方压得也是很难受。飞沙走石秒过来，观战方目的很明确啊，就是去杀你的一个人。对战方的一个宝宝非常具有迷惑性，一拳超人的话是一个配速。对战方弹163的一个频率有点高呀，对战方继续出配速。观战方终于是电倒了对战方的一个人，对战方的一个前排宝宝绿了一手。观战方力劈，继续去劈你的一个配速。对战方拉起来，对战方起来继续摇。哎呦，其实我不是很懂对战方啊，其实像这种还是这个直接秒出来效果会好很多啊。你这个摇头摆尾的话，是不是他这个三味真火和这个飞沙走石它是随机的哈。对战方现在也是一直通过一个配速在这里升扛，对战方在卷掉观战方的一手前排，观战方的一个雷霆万钧的一个伤害并不高啊，观战方也是没有变这种高魔心的一个卡片，主打一手辅助感知啊，但是的话观战方的一个伤害也完全够用，本身摩天宫的他的一个伤害还是非常高的啊。对战方烧观战方一手，观战方继续出。对战方继续卡血，对战方的一个血药消耗其实和观战方差不多，但是对战方的一个宝宝确实是暂时是场上没有了。对战方继续拉，对战拉这种配速哈，其实这个时候观战方变得一个蛟龙砍的一个优势就出来了啊，
怪难方的一个蛟龙扛有感知，你对难方的一个配速是吧，你怎么扛，对战方利用一个配速继续和观战方进行周旋，哎呦观战方的一个法伤有点高，电宝宝电五千，对战方继续烧，观战方的话现在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对战方的一个配速，观战方补一手先例，对战方继续摇，对战方摇头，第二段感觉对战方触发摇头摆尾的一个二段伤害并不高。